Hey, this is Krishna from Vice's New York office. Our friends at Vice China discovered that people in China are willing to pay outrageous amounts of money for Tibetan Mastiffs. Some of these pooches cost as much as $3 million. This is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dog.现在在伊豆中国藏獒展览会的现场，然后这个展览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看这个藏獒都在积极的做准备。今天我们看见有非常非常多的藏獒，可能全中国最贵的藏獒都在这儿聚集了，这空气里充满了狗的味道和漂浮着狗毛，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藏獒被称作东方神犬，原产于青藏高原，是一种大型的护卫犬。 很多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狗。2005年起，中国出现了藏獒热，数以百计的纯种藏獒被从藏区带到了内地，培育出数以万计的宠物藏獒。想象中的藏獒都应该高大威猛，但我们今天见到的却都憨态可掬。据媒体报道，最近又有一条藏獒卖出了1200万的身价，再次打破了国内藏獒的身价记录。我从没想象过一条狗能这么值钱。 今天就来开开眼界，就都得让它脖子后边那个毛撕楞起来是吧？自然点，自然点。这个多少钱？现在这个160，200，300。它为什么最贵啊？哪个？这个。那你不懂啊？你说咋说你也，你跟我说说呗。好，昨天太多了，不太不这么多，还不可能要这么多钱。好的。 哦，就是它的皮毛是厚，是吧？它的皮的。它这东西啊，我跟你说，这狗这东西啊，你看这个挺好，我看着它好，你感觉这个好，这就一个人一个眼光，有眼缘。对，这东西咱就是咋的，看跟人一样，你看它长得漂亮，我还看不上，哎，这就一个人一个喜欢。价值300万的小藏獒。 我得多学学我才明白它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好在今天还有藏獒的T台秀，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这些昂贵的动物。虽然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可爱。今天的活动吸引到很多獒界名流，他们说着很多我们听不懂的獒界术语。我参加结婚的证婚非常少。 我们找到了本次大会主办方的负责人，来跟他学习一下藏獒知识。在中国来讲，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藏獒是其中的首选。为什么呢？老虎你不能养，熊猫你不能养，而藏獒呢，它正好它有比较好的跟人沟通的习性。现在我们许许多多的玩藏獒的人，就包括今天展览会你也看到。 大家把这种藏獒已经当成了它身份的象征，所以它更多的可能理解为它是有生命的奢侈品，这点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为什么就是藏獒成了这个有生命的奢侈品，不是别的物种？它有什么这个特殊性？其实藏獒，它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它是中国最凶猛的犬种。 而且它过去的这个传说里面，它是活佛的坐骑，它包括成吉思汗征战西方，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神话的传说呢，让它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铺垫，它成不了一个奢侈品。据我们来估计，基本上每年在藏獒的产值大概在15亿到20亿的意思。我讲的这是保守的，只比这个数据大，不比这个数据小。 如此大的规模可不是一般的小产业，中国音乐产业一年的产值大约在2亿人民币左右，还不及藏獒产业的1/10。我要飞呀，你要飞呀。
这个盛大的派对上时时刻刻都散发着豪气。国内现在最高价的藏獒是哪一条您知道吗？国内目前超过1000万以上的这个藏獒，像这个标准、星火、大红王、狮王都超过1000万。我们现在在天津市的东丽区，来到了滨海鳌园，来见慧慧传说中的中国转会身价第一高超过2000万的一条明鳌标准，马上就要见到它了，简直就是藏獒界的 C 罗。那现在这个一共有多少条獒在这边？前面这边就三只总獒，就是一只总獒，三只总獒，一是标准呢，一个是上面一个小标准，还有这个是新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的顶级藏獒，就是标准，别碰。它具备的这种优势主要是体大，毛长，尤其这四条大粗腿，大毛腿，还有它整体的这个轮廓，以及它的嘴板，像它的这个头，啊，就这个轮廓就像大狮子一样。标准也是大家伙追求的目标，人们就最终把这个名字放在咱们现在这条藏獒的身上。去年光配种吧，就配了200多条。那它这个身体也够好的。对，它这个现在，主要是在繁育这一块吧，主要是已经采取了这种这个人工收精。就是这种繁育机制。明白。不是那种自然交配，自然交配它是忙不过来的。标准这条狗呢，在这个藏獒产业里边吸引了这么多人，我当时呢也想拥有这么一条藏獒，可是繁育一条这么一条藏獒是非常难的。2013年的年初，就是重金给收购了。当时是这个转会身价有多少？是，来，不到2000万吧。藏獒现在呢，到了这种价值呢，体现它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它的繁育，每年呢，就从配种费上头，它可以体现这个价格。像标准呢，它的配种费上是15万一次，一年差不多要配300条只藏獒吧。一线的藏獒特别少，那么市场的需求量要大，藏獒呢，有开上亿的，这就是说对方不卖。不是它真正的价值，没有人定价。今后的藏獒会什么样？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今后的藏獒会变得越来越完美，今后养藏獒的人会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加入这个行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所有的企业家都喜欢忠诚勇猛，所以给他们是心心相通的，因此他们会在这些资金资本富裕的前提下会投入到藏獒里面去。藏族祖先在培育藏獒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这种大狗会变得如此值钱。人们对藏獒的趋之若鹜，对忠诚勇猛的追求，却也在无意中改变了这个古老的犬种。有如此庞大的资金支持，藏獒热势必还将持续下去。